我想试试看喝苦茶的感觉，好想喝哦。好欢迎回来，没在和你嘻嘻哈哈，我是美丽班长，大家好。接下来要回应网友的留言，我来看一下，这是那个叫加尔·杰克森吗？讲的没错，就是那么像，没有办法，长那么帅，应该叫帅气本人吧？我跟帅气应该是绝缘体，但是我是美丽本人，我就是美丽的存在。求大师开示如何成为干话达人？我告诉你，首先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你要看够多的东西，你才能内化成自己的东西变成干话。一群垃圾话满点的人看得爽到不行，就是赞美我吧，谢谢。如果我让你爽，那代表我成功了。常跟吕世轩很投缘，括号投缘可以现场量直径吗？首先你要玩双关，变成文字的话就不好笑了，所以拒绝量头围，谢谢。真的因为垃圾话头发变稀疏吗？其实是基因使然，只是想说自己秃头，那就有什么东西可以怪，就先怪这个东西。想听美丽哥哥 reaction 鲁冰花，天山喜庆不说话呢？可以啦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都会做。但是因为有很多糖果爸爸，所以就是我们会先以有付费优先，好不好？下次可以 reaction 阿弥陀佛姐吗？不行，他有没有出专辑？我觉得阿弥陀佛姐对我来说是都市传说，哎，因为不是很容易遇到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有遇到，你就觉得哇，震惊这样子。听到整个起反应是正常现象吗？要看是什么部分起反应，如果是生理起反应的话，代表我是你的菜。有人说想让 Bonita 长大之后看这个影片吗？看他咯，我这个人是很随和的，小朋友要怎么样我就怎么样，但尽量不要了，我是怕他被朋友笑。听起来像是干话，不过其实是艺术。 你懂欣赏，这位网友喜欢你，推荐你一个词神，他是违法这个团体里面的詹武啊。美丽本人真的找过谢老板吗？这是废话吗？他在我公司，他就坐我旁边，我想怎么找我就怎么找，怎么样？你知道只发一首歌很吊胃口吗？麻烦出一整张专辑啦。这位朋友其实是两首歌，你不要搞错了，我出的是两首很短的歌。美丽快发片，饶舌界少了你这股清流怎么可以？赶快发片，是发唱片吗？还是发影片？如果是发影片，又要我出专辑，你真的觉得我是千手千眼观世音吗？有机会我会赶快发，好不好？我只想说一句，岳父好。小少年，滚，去死！太爽了。如果以后跟 Bonita 求婚，可以大喊这样子吗？你知道我会变成你的岳父吗？你的心中岳父吗？直接打枪，脑损。阿达，我说宝贝，没了，就让我说声对不起，这好像也是。安拿裤，安拿裤，我不能，我不能，可以，好险。周汤豪 ，Bitch try to other everywhere I go， 来这个，吴亦杰。我有听啊，但是我忘记歌啊。直接惩罚是不是？使用法师的腔调对还没订阅频道的人开始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如果你还没订阅，他们也还没订阅我的话呢，看到有喜欢，你们再继续看要不要订阅。我们这是佛系订阅的，谢谢朋友，阿弥陀佛。巴拉冰巴拉蹦蹦蹦 ，Look at you, look at me, look at you, look at me, I。吕世轩，保持帅哥，你们还有谁啊？你。好，我挑战完，挑战完，我想试试看喝苦茶的感觉，好想喝哦。瘦子，伯父他不爱，不爱我秃头。这个是 Jason， 爱爱，秘密不散。OZ， 不是，为什么会想这么久？因为他很多英文，我英文不是很好，你知道吗？直接上苦茶，我直接喝苦茶，就两个没过。除了这两组人之外，其他都认识的是怎样？鬼鬼会伤心吗？哎，鬼鬼，你很伤心是不是？不要伤心啦，我要喝喽。吼！鬼鬼，鬼鬼。
不是。OK，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笑点档，顺便追踪我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。最后，你对这部有什么意见，或想看我对什么东西起反应的话，请在我的频道的影片下面留言，让我知道一下。那如果你对我在这个影片里面有什么意见的话，在下面留言，让我知道，我会去看，我会亲自去看，没再跟你嘻嘻哈哈，下次见，拜拜。